今天分享一道简单的麻辣烤鱼做法。先把鱼洗净擦干，在双面分别划三刀，使其更入味。拿出黑楼四川麻辣烤肉料，两面都撒上黑楼四川麻辣烤肉料，按摩入味。别忘了腔内也撒上按摩，让鱼肉均匀入味。最后放入盆中撒少许腌制15分钟。将腌好的烤鱼放入烧烤架上烤制15分钟。火辣鲜香的烤鱼做好了，快装盘与朋友分享吧。